你是谁。多谢各位。剛才这首歌是一首新歌来的，我想大家对这个歌词都不是很熟悉。这个歌词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家里有个细妹，即是我细妹今年18岁，生得很漂亮，如果你要追呢就要排队，即是不理你是谁，不是你是成龙、阿 B 谁都是一样要排队。